有请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路团表演沈舅舅。看舅舅那么大，有脚不坐不行走，那么不行走一二哟，新来的老爷嘿嘿一嘿二呀，石头将就那他。我说衙役们呐，来了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一会儿见到老爷的舅舅，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啊啊，不知道不知道。脑残痴呆极品二货，一会儿见到老爷的舅舅，首先将他请上大轿，然后啊抬进县衙。老爷，我要好好的孝顺他老人家，哎，并且要给他养老送终。好外甥，还不赶紧赶路啊？好嘞。哎，待会儿你们听听啊，是谁在唱歌呢？老爷啊，有人喊冤，有一农妇拦路喊冤。哪里有案哪里问，何处有冤何处平。来呀，把小卷放下，老爷我要升堂问案。彪大藏，老爷升堂。来呀，有传喊冤人上前回话。喊冤人上前回话。冤枉呐，冤枉呐，求老爷为民妇做主啊。下跪何人？民妇没哈事。哦，没哈事。哎，你有什么冤情说出来，老爷我为你做主啊。老爷肉笔。你有什么冤情接着往下唱。说对说回醉汉，可有证据？有证据。抬上来。拍黄瓜呀，再搁点凉皮就更好了。老爷、啊、这就是被那醉汉踢碎的黄瓜。啊，好端端的黄瓜踢了个稀巴烂，太可惜了。啊，没哈事，你先退下啊。啊，传醉汉上堂。得了，来了来了。来了嗯、哎，这黄瓜还真水灵啊。问你听。哎，老爷一声唤，大摇大摆到堂前呐、外甥做了大知县，让我这当舅舅的乐颠颠呐、哎呀，我那个去啊，这什么情况、啊？小豆子，外甥哎。你高官得中回来了，老舅。哎，我的个小豆子！哎、老舅啊，你就是本案的被告啊，我是你的亲娘舅啊。哎呦，我那个去啊，才几个菜就喝成那样啊！外甥金榜题名，
又中了风。舅舅心里高兴，烧酒喝了一瓶，咋的？不行啊，老舅啊，是你踢了人家菜园子，踢了你还刁难民妇，他是刁妇，必须刁难你。跪下，啥玩意儿？让你舅舅干啥？来人了，你跪下！让谁跪下？让你跪下！跪下！小豆子，舅舅今天高兴，多喝了几杯酒，耍了点酒疯，踢了他的黄瓜，拔了他家大葱。你打算定我个什么罪名？说来让我听听。这个罪名应该怎么定啊？你们大家伙说说来。老爷啊，民间纠纷不好搞啊，只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给他夫人提了银子，就算拉倒。这行吗？行。好。啊，我说这位大嫂啊，哟，老爷啊，你升堂问案就该称我为原告，你可不能在这儿跟我套近乎。这位原告啊，你状告的是本县的舅舅。他不该酒后失德冒犯于您。这样看在本县的面子上，您就原谅他一回怎么样啊？啊，老爷，你既然升堂问案，就该秉公而断。难道你舅舅他踢了我的园子就算白踢了不成？这样，本县这儿有20两俸禄银子，本来是要孝敬我那个舅舅的，我把他分一半给你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有病。我有病你有药吗？你是说赔10两银子给我？10两不少了。是啊，这样20两啊全归你了。哎呀，我是豆大知县，哎，你会不会断案？他那个破菜园子满打满算也不值几个大钱，你要赔他20两银子，岂不是让人笑你是个糊涂蛋？哎，你就是赔我也不要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此话怎讲？你舅舅他不仅踢了我的园子，还当众辱骂于我。他骂你什么了？他骂我是败家娘们儿，不知深浅，竟敢顶撞知县的舅舅，纯属蹬鼻子上脸，还说要跟我那啥。那啥是啥？那啥就那啥。哎呦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不是老舅啊，那啥是啥呀？那啥就睡觉。和谁睡觉？哎呀，和他睡觉。哎呦，老舅啊，你太任性太离谱太没底线了。什么叫底线？我外甥是窦知县，他就应该懂得贵贱，我这算是给他脸面。你这是仗势欺人，你胆大包天呐。我是你的亲娘舅，你敢把我法办？我嘿，来人呐，重责他20大板。好，老爷，真打吗？打，法不容情，给我重重的打。小豆子，给我外甥，你敢打你舅舅？你这儿没有你的外甥，只有朝廷命官七品知县，给我重重的打。看打，慢着，我有话说，打完你再说。我说完你再 打完你再说。你说。小豆子，你没良心啊！想当年，你父母双亡，是我把你养大，今天为了这屁大的事儿就要打我。你姐姐姐夫啊，为衬衫我外甥，我还是死了算了吧。你舅舅怪可怜的，你去饶了他吧。就饶了他吧。不行，饶了他我断的就是人情感，这叫徇私枉法，要留下骂名的。好，今天我豁出去了，来吧，打。大爷，打儿子不打呀？打儿子不打呀？打。哎，慢着，我有话说。你有话快说。这状我不告了。他说什么呢？老爷啊，他不告了。他撤诉了，老头没事了，咱们收摊吧。等会儿，你为什么不告状？老爷，我知道了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人情终归还是大过王法呀。这人情大过王法。老舅啊，外甥，我对不起你呀。知道对不起，你就别罚了。不行啊，您打小就当外甥，
读书要懂得礼义廉耻，为官要清正廉明，两袖清风。我说过吗？您说过。您还告诉孩儿，一旦做了官，要清如水，明如镜，要心系百姓，忠于朝廷。这话是我说的？是舅舅耳提面命。你听得清？听得清。记得准？记得准。那还喝急啥？打！不行，老舅，您年事已高，已担不起如此的重责。这二十大板呐，外甥我替你领了。你要替我受刑？谁让我是您外甥呢？老爷，你这是干啥？老爷，我替舅舅受刑不行啊？不行啊！老爷，衙役打老爷，这是以下犯上，罪不容赦呀！这事儿好办，把老爷帽子摘了，衣服脱了，你们打的就不是老爷，而是老头的外甥，动手！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不行啊！好啊，妙啊！大伙儿快来看啊，看我老汉有面子，县太爷替我挨板子。哎，你这老头不懂好了，我们老爷替你挨板子，你还在这儿拍手叫好？哎，好就是好，了就是了，好了好了，戏言完了。不是老舅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见过你舅母。谁是我舅母啊？哎，这就是我刚娶的媳妇儿，你的舅母。啊，我勒个去啊，这什么情况？我蒙圈了啊！哎呀，这都是你舅舅导演的一出戏。这啥意思啊？得知你金榜题名，又当了江海知县，你舅舅他呀是既高兴又担心。高兴的是我外甥啊，果然不是孬种，得了功名。那您担心什么呢？哎，舅舅我呀担心你初为官太年轻，扛不住官场不正之风，一旦要随波逐流，徇私枉法，滑进泥坑，国法难容，不得善终啊。到那个时候啊，追悔莫及，对不起你爹你妈和你们窦家的老祖宗啊。于是你们就挖了个坑，试了个套，看看我问案公不公，断案轻不轻。这不是逗我玩吗？哎呦，对不起，窦外甥，刚才呀多有得罪，还望外甥不要见怪哟。哎，说怪倒挺怪的，为什么你告状的时候说自己叫什么梅哈士呢？哎，是啊，这都怪你心太粗，脑瓜太笨。我怎么个心粗，怎么个脑笨了？你舅舅我姓啥？您姓梅，梅舅舅。我姓梅，他姓哈，这不就是梅哈士吗？这么个梅哈士啊？照这么说，还是老爷我。那咋？痴呆，极品二货。啊，去去去。